臣叩见皇上。平身。皇上，臣想去碧云寺作画，可皇上您偏偏不让臣去。微臣就想问个明白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既然皇叔为这事儿动了这么大的气，朕就跟你直说了吧。皇阿玛突然驾崩，朕刚刚登基继位，朝中的事朕到现在还没理出个头绪，你作为皇室的成员，理当为朕分忧解难才是，可你却为了自己的一技之好，想躲到什么碧云寺去写诗作画，让朕怎么说你呢？这不是有意逃避你的责任吗？皇叔你说呢？皇上驾到。皇儿给母后请安。允喜给太后请安。免了。谢母后。谢太后。母后召见孩儿来有什么大事吗？怎么除了大事，为母就不能找你来说说小事？小事？母后有什么小事？云喜想去碧云寺写诗作画，是你不同意他去的吗？是。那你知道不知道是为母同意他去碧云寺的吗？皇儿不知道。皇儿以为国家百废待兴，需要人才。我也没有别的什么意思嘛。我的这个小弟弟他喜欢写诗作画，我看你就随了他的愿吧。他不干涉你的朝政，总比那些奸党佞臣成天给你惹是生非要好得多吧，你说呢？啊，皇叔，朕没有想到你会把这事儿说到母后那儿去。皇上，臣没有。好了，你就不要多说了，朕随你的心愿，以后不要大事小事都说给母后就是了。是，多谢皇上。院子够大的。哎，这边。师父，青崖师父。殿外施主，老衲有请了。大法师在上，扬州郑板桥等有礼了。哦，你就是正谢郑板桥了。在下便是。啊，哪位是金农啊？在下便是。在下黄慎。后生汪世慎。啊，小辈高翔。啊啊，坐。啊，快请坐。谢师父。啊，坐吧。三天前老衲收到了扬州石涛大师举荐你们的信函，在信中对诸位的才学甚是推崇啊。回囊，上茶。崔槐，崔槐。哎，崔槐，哎，来了。上哪儿去了你？金四爷，奴才到后院禅房听师傅们唱经去了。我带你到山上来，不是叫你来玩的。
去，从龙王泉灌些起笔水来。哎，记住喽，只要龙王泉的水。嗯，这。这水跟经常的水没成两样，这么好，哎，好好洗洗。啊，站住！你们都别走！是谁让你们在这儿洗脸洗手的？啊？哎，怎么了？哼，洗脸洗手怎么了？你们是哪儿来的几个穷书生，竟敢在龙王泉洗脸洗手？你们想找死吗？啊，对不起了，这位少爷，我们是青崖大师的朋友。我们到后山游玩，路过此地，是是呀，这是天然泉水，我们用了，犯哪家王法了吗？是，弄脏了又怎么？天然水，说得轻巧，弄脏了就得给我赔。哎，是呀，你总得讲点道理吧？就是你讲点道理也得。住口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这位少爷。我们给您赔不是了。说的容易，你知道吗？这龙王泉是给千岁爷专门洗笔研墨的水。大烫水去这么长时间。哎，这干嘛？出事了！我刚才说过了啊，这是千岁爷洗笔研墨的水，你们把它弄脏了。千岁爷怎么能画出好画来呢？你们大伙儿说说，这水让他们弄脏了，他还能还原吗？啊？你看，我们都认错了。就是啊。那你说怎么办吧？对啊。你们给我听着，交出你们身上的全部银两，我就饶你们一条狗命。哎，这位管家，你就饶我们一回吧。我们几个是从扬州来卖字画的穷画师，身上哪有什么银两啊？哼。哎，没有银两没关系，那就跟我去见光。哎，啊，走吧。哎，你们都别动啊，让我来，让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给。哎，你看，这不是贪财吗？这什么亲自爷的用水，都是骗人的鬼话。就是，混账！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跟我见官去。现在我倒要问问你了，刚才你是不是砸了我的钱？砸了又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敢说你是个不知死的东西。你把那钱捡起来，看看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字。乾隆。乾隆。乾隆就是谁呀？啊，就是啊，万岁爷啊，我们感谢万岁爷啊。哎，闭口先生的，他连皇上都不知道。啊，有点好意思，感谢大老爷，奴才有罪。刚才是他说的，他怎么说的？砸了又怎么样？在场的各位是不是可以作证啊？没错，可以作证。好说的，我们可以作证。哎，奴才该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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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好了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回去好好伺候你的千岁爷吧。高人高人，哎呀，是应该教训教训。谢大人，没事没事，这不是仗势欺人吗？没错，哎，狗日的，走走走，奴才该死。翠华呀，啊。哦，千岁爷，你不是为千岁爷灌水来了吗？怎么一去就不见回啊？跑到这儿下起跪来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？千岁爷，你有所不知啊，奴才前来打水，遇到几个扬州的穷画画的，他们把水弄脏了，还戏弄奴才，他们还说，还说什么了？奴才不敢说。说。他们说你家主子不是什么丹青高手吗？如果能用这浑水和墨画出好画来，那才算是能人呐。此话当真？奴才如果有一句假话，拿奴才试问。
奴才被他们戏弄了，千岁爷，您要为奴才做主、啊。戏弄得好。啊，千岁爷，蠢才怎么戏弄得好？只有蠢才才被人戏弄的。奴才是蠢才，奴才没用，奴才该被戏弄，奴才没用，奴才该被戏弄，奴才活该。好你个郑板桥啊，你竟敢戏弄千岁的仆人，阿弥陀佛啊！大师不知，这并非板桥有意惹是生非。他崔怀仗势欺人，板桥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这个崔怀不知天高地厚，教训教训他也是为他好啊。啊，大师，我们这次来京卖画是想看看我们的画技在京都能不能叫得响、乾隆皇帝登基继位，什么时候科考也想打听打听。好啊，你们几位都是有志向的后生，这样吧，你们就住在这里，早出晚归就是了。来、看看，哎，看看，这也是找戏，看见没有？听见吧？哎，各位客官听着啊，大家听着，哎，我们家大小姐啊，对联招亲，谜底就在我这儿，谁猜出对联的谜，我们家小姐就嫁给谁。这是好事啊、对，能兑现吗？这个，哎，大家请看啊，与古人之后，忆古人之师，处古人之位，为古人之事，什么意思？大伙儿自己琢磨吧。与古人之后，忆古人之师。除古人之位，为古人之事。哎，你看出点什么名堂来没有啊？什么意思这个啊？好像这对子各加一个字。哎，方为年近一到。妙啊，你我想到一块儿去了。哎，金同学，你看出名堂了吗？嗨，我正琢磨着呢。哎，老朴，这事儿啊，我是没这个福分了。我是一家世的人，我看你可以去试试。不不不不，远游在外，连个饭钱都没有，还去惹这个麻烦？走走，卖画去，走吧走。哎呀，卖画去，走吧。慢着，听口音，两位是外地来的客人。既然夸口说用两个字就能解除谜底，我们几位倒想讨教讨教。是啊，讨教的，你说说，到底什么？二位请到前面来吧。不必了。承蒙各位厚爱，我们就献丑了，答对与否请不要见怪。老朴啊，看这阵势我们是走不了了，这样我来上联，你来下联。行啊，大家请看上联啊，与古人之后，忆古人之师，后加一个忆字。忆字，请看下联，除古人之位，为古人之事，后加一个字，难。哎，对，是难。哎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呀？看看，快答对了！太棒了！佩服佩服，二位师傅真是高手。大家请看，献丑了，献丑了，献丑了，献丑献丑。二位请到前面来，留下你们的地址和名字。不必了。山野村夫，四海为家，告辞了，告辞了。请留下姓名。哎呀，真是神的摆子，钻到手的时候。老爷，老爷，门外来了几个书生，他们把谜底说的一个字也不差，易和难。他们在哪？还在大门口呢。他们是哪来的书生？我也不知道。管家，大人，小的在。春花说的那些人呢？走了，往琉璃厂方向去了。解谜的人走了，他上哪儿去了？奴婢不知道。老爷说了，他们人都走了，这事儿也就算了。算了算了，爹爹他说话也不能这么随意呀。北京城里那么多的文人才子都没有看出来这对子的藏意，
今天有人看出来了，那就是说他和我有缘分，怎么能说算了就算了呢？小姐，这件事都怪奴婢不好，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？爹爹说话不算话。哎，师傅，给你银子。好好，真棒。好，给您。写的什么？写的什么？诗书画随君所意，至烈者分文不取。扬州，卖画的。嗯。春花，小姐，什么事？你悄悄去办一件事。小姐，您尽管吩咐。你不是说，那些外来的书生很像是画师吗？你到琉璃厂文化街去一趟，找到了，马上回来告诉我。小姐，您放心，我现在就去找他们。哎，这画的真不错、啊，是，哎，这真是跟不上的啊！哎呀，不错不错不错！师傅，师傅、啊，刚才和你一起猜对子的那几个师傅上哪儿去了？哦，你到周围去看看，他们就在附近呢。哦。哎呀，您瞧这玉米，师傅是吧？哎，好，这竹子画的太好，跟真的似的啊！哦，真好，真好，确实好。哎，给我来一张，我来一张，给我来一张。怎么样？别急，别急，这我都要了。看看，又便宜又好。真不错，一个一个来啊。师傅，又终于把您找到了。我家小姐请你去呢。有什么事回头再说啊。我这正忙着呢，忙着呢。给我来一张，快。小姐，找到了，在哪儿？在琉璃厂文化街。看，这是他画的竹子，啊！真是好手笔呀、啊，笔锋遒劲，柔中有刚。他把竹子的神韵三两笔勾勒的这么活灵活现，漂亮。你不是说有两位秀才吗？那另外一位呢？那一位我没找到，我听说。他们是一块从扬州来京城卖画的布艺画师，他们一时半会儿不会离开的。这个郑板桥有多大年纪？长得什么样？30岁上下，一副瘦瘦的秀才相。小姐，你要是问的再多，我也说不清楚了。奴婢不会画画。要不然我就把他的模样画给您看。我自己找去。小姐，你在这等着。春花，还认得我吗？小姐，要是在大街上，我真认不出来了。不过，要是老爷知道了，该怎么办呢？谁让他不把女儿的事当回事？再说，你要是不说，他怎么会知道呢？小姐，奴婢不敢。哎，这个是吧？再给我来一张，在那儿呢。听说是扬州来的，一张一张。谢谢各位捧场，只要大家喜欢，我一个个都给你们画。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该我了，我一张一张画。看看这画多棒，不识啊！这银铃是，哟，给这么多银子？怎么这么多银子？我要一幅《清风竹海图》。少爷，您给多了。
用不了这么多银子。就是就是。哎，谁的话摊这么热闹？这个好，你看这主管做的。哎，给我来一下，给我了，给我了，让我看看。哎，走。师傅，哎，你看，给我来一下。让开点，让开点。哎，给我，让开，让这个，让让让。别急。哎呦，这你看，哎，对呀，听说是扬州来的，扬州来的，就是啊，画质这是不一样啊，我也真的，好，李大人，您稍后，我去去就来啊，嗯，好，来来，给我也画一张吧，给我来，给我来。你别抢开我了，这张是我的，应该是该给我画了吧，我等了这么长时间了，该我了。好好，大胆喊穿！哎呦，金大人，你这给皇上进的什么钟啊？啊，在这堂堂御画殿的大门口啊，却让那些江湖浪人、无名鼠辈为所欲为！哎呦，金大人，哎呀，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啊！嗯，小的实在是无奈呀，店里的宫廷画太贵，那些刁民买不起，所以就去找那些摆地摊的画师，那些江湖艺人去了。大人，您别着急，您先歇着，小的想办法把他们撵得远远的。大人请，您请坐。小二，哎，上茶来了。郝川，哎，这是我那细鹤图吧？正是啊，大人。还是您这幅细鹤图啊最抢手，一连卖了好几幅啊，前不久山东巡抚还专程来购买呢。嗯，大人您喝茶。哎，请坐。大人您喝茶。把这细鹤图摘下来。嗯，忙什么，摘下来。哎，是换了吧，闪开闪开，都给我闪开，闪开闪开。哎，马老板您请。这写的什么乌七八糟的啊？诗书画随君所意，智略者分文不取，扬州郑板桥。口气不小，这是皇上钦点的地盘，你的胆子真不小啊，你是什么人竟敢不打招呼就在这儿？对不起了大人，借贵方一块宝地做个营生，有什么得罪的请多多包涵。不必客气，只是天下的大画师在下知道的不少，怎么偏偏没听说过你这个扬州的郑板桥啊？啊，对不起先生，天下之大，孤陋寡闻的人多了，再者说了，天下的大画师也不一定都要和您这样不知天下的小商人打交道啊。真的有意思。看不出你嘴上的功夫比你手上的功夫更厉害，今天我哈川倒要看看你的真功夫到底有多大。好，那就请教了。说大话的人我可见多了，小事你我便能略知一二。我拿出一幅字画，你给我仿做一幅出来，你行吗？打开。嗯。哼，仿做这种事情我不做，再说此画也不值得一模呀，你不是号称买卖字画的行家吗？你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难道你看不出来这幅字画不是原作，也是临摹别人的？哼，你是不画还是画不出来呀？嗨，我只是试探你一下，你连这点功夫都没有，那么你凭什么来京城里混事儿啊？冲你这句话，这幅画我还做定了。痛快。那好，你知道这幅画是谁画的吗？
宫廷御画大师金敏之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实在抱歉，就算我孤陋寡闻吧，真的没有听说过。就连当朝赫赫有名的御画大师金敏之大名你都不知道，你还到京城里来混事啊？也太不自量了吧！啊，你是想让我背人名呢，还是请我画画啊？哦，是。哎，大人们，这种斗嘴的事儿，您去了也不是身份呢、啊。要不然，我们到别的地方转转。不，我就跟这儿待着。哼，看看他到底有多大能耐。嗯，怎么着？你心里发虚了，想反悔是不是？哼，何止是反悔啊！这种字画，模糊逼俏，只失其形，不得其意，泥足无心。这该说的我都说，这下你该满足了。你是临摹不得，才这样洋腔怪调的吧？我老实跟你说，你别说是学画了，我看，你就是给金大人擦脚，都配不上啊。画画的就画画的，说不画得了。这个江湖艺人，春花，快去把那几个扬州师傅找来啊！快去，好。老戏还在耗他了，我这只不过画两，就是画两笔吧。哎，该我，哎，这张是我的啊，是我的，是我等着师傅，师傅，你快到雅墨堂那边去一趟吧，跟你一起的那个郑师傅出事了啊！真不错，哎，画的真像啊，这个，哎，这个，像啊，像，太像了。师傅，雅墨堂那边的郑师傅被人欺负了，你快去一趟吧。板桥，板桥，啊，你们看，就在这边。啊，怎么着？让一下。你画还是不画？画就点个头，你要是不画呢？不画又怎么样？只要有我哈川一句话，这条文化街从现在起就不再有你们的位子了。啊，你呢，早早的给我滚得远远的，免得我哈川劳神。你看，瞧，别让他们小看我们了。好吧，话可以，你得开个价。好，有你这句话就行。说吧，要多少？这样吧，如果我仿得像，你出1000两。1000两。如果仿得不像，我就抬腿回我的扬州去。痛快，成交了。店里边请。我看这就不必了，我还是在这里当众作画也好，有些个证人。不过你得先交上500两的押金来。好，去取500两纹银，把店里那张大画案给我抬来。谢谢你们，走，快去看李台啊。来，是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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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这回可有看头了。钟大人，前面发生了什么事？哦，雅墨堂的老板拿出金敏之的细刻图，让扬州来的画师郑板桥临摹，说是如果画得好的话，就赏银1000两；如果画得不好，就让这帮扬州来的卖画的滚蛋。都在瞧呢。哎呦，你看，看你呀，怎么还愣着呀？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闪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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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闪开！别动！这大官都来了，这回钟大人来了，这回可以有戏看了。你看他们画的，你看大人来了，快看！大人，
那天在府门外街坊对联的就是他。啊，糟了，后面去。扬州来，走，快快，真不简单呐。吵什么吵什么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这儿有你们什么事儿啊？退开退开。嗯，像是有点像，不过不过什么，真好啊。我刚才说过，真的不错，在场的人也都听到了，画得像付银子，画得不像我抬腿回我的扬州。啊，各位看官，我看这样啊，像与不像呢，这里有金敏之先生的真画啊，来，各位看官，你们来看看，大家伙来说句公道话啊，来，对呀，像像像，不像，这要是装裱了，跟真的一样，没错。丝毫不差，就是啊！哎呀，马老板，快出银子吧！就是啊，四号得算数啊！快把老板说话算数哎！哎，就是还差，画的真是一点儿。把画收了。嗯，画多好。天相啊，你看看，赶紧付银子吧。是，真是太假。哎，没什么两样。这画画的还可以。这么着吧，我收下。且慢，先生，我刚才说的是1000两。你只付了一半，还差我500两。是啊，这仿做的画500两银子足够多了。你不要穷得没地方走了，跑到我雅墨堂挖宝来了。哎呀，实在是看不出啊，先生您是做大生意的，就这么点气量。好吧，这张银票我得先收下了。哎哎哎哟，这是干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干什么？喂，他怎么输了？怎么回事？这个你拿走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刚才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你只付了一半的银子，所以我只能给你一半的画子，怎么样？哦，这扬州人真是有骨气，扬州人真有骨气啊！哎，郑板桥，好样的，撕得好，好样的，郑板桥，好，撕得好，这画撕得好，哎，有骨气嘛，真耍赖，真是啊，付钱吧，好样的，真是好样的，走，哎，好，走了，慢着，哎呀，大伙儿都说像，可我说不像。这哈老板的银子不是付冤枉吗？请问您是金大人，还是您得出来说话算数啊？诸位，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宫廷艺画大师金敏之，金大人。哦，金大人呐！哎呀，这幅戏鹤图就是出自金大人的手笔呀、啊。哦，这是我你要看看，真是果然，但是明修的先生那不错啊，哎，有一笔感觉我。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听金大人说话。哎呀，在下的用笔讲究柔滑细腻，哎，而这位郑板桥呢，他的用笔大有倔强不驯之气。行酷似而犹未画也，啊！如果说他与我画的相同，那可就成了笑话了。
大家都听到了吧？那么说，金大人说了不像，那就是不像。还是滚吧！不是，这你们这几个江湖艺人，给我滚出文化界去！哎，怎么这么说话呢？哎，不讲，说话不欺负人吗？这不是啊，说话不算数。郑板桥的临摹细绣妥帖，有神有意，这在场的人们都亲眼看到了，如若失言恐怕难以服众啊。啊，那是啊，我们还想买他的画呢。这是我的画，嗯，怎么能容那些野路画匠任意的临摹呢？你是哪路神仙？这儿有金大师在此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？哈老板，这是我的朋友，宫廷御画大师李善李大人，啊，不得放肆。李大人，笑得多有罪，笑得多有罪。李大人，李大人日后多多光顾，多多光顾。这条狗。先生，既然金大人已经有了公断，那就对不起了。你拿去的那500两银子，还得还给我呀。哎，怎么这样？哎，怎么这么讲？哪有说你的？说我这不是？怎么这样？就是说，太不像话！你们这是？闪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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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钟大人，钟大人，你们身为君子，就要有君子的样。说话怎么能出尔反尔呢？金大人，你们就这样当众欺负外乡人吗？哼，也不知道羞得慌。大伙说，这银票该不该给人家？应该给，应该给，应该给，说话要算数，给点面子，这就是应该给的。大人，这拿着吧。是啊，钟大人发话了，谢谢大人了。谢谢大人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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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快走吧，走走，咱们走吧。哎呀，钟大人，哎，咱们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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